新的鞋吗？我知道他干嘛了。我知道他要干嘛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假装不知道。给我拍的，我真的看不到。我看着那个校徽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疯了。好像是我太不知足了，好像也是有人在爱我，爱着我的。原来我还是很幸福的，原来还是有那么多人在爱我。我觉得我今天感受到幸福了。